大家好，我们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福祉方面的工作，目前正在招收1到2名正社员，工作地点在大阪，月给是18万加，工作时间是16点到9点，日语要日常会话就可，社长面试在11月11日的下午4点。如果大家正在找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公司的说明会，我们公司每天有20家企业参加，有机会拿到餐饮券，可以在1楼免费就餐，还有机会拿到面试券，可以向入管局请教就职活动的证明。我们公司的电话是03-6206-8058，公司电地点是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须田町1-283楼。今天的工作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